我只有一个要求，待会我唱歌用你的话筒。喂喂，哎，这，好好，好有磁性。同样的话筒出来的效果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谢谢。昨晚周深参加的《你好生活》收官，周深给我们带来《化身孤岛的鲸》和《兰亭序》两首歌曲。周深的舞台还是一如既往的棒，唱《兰亭序》时戏腔一开口，惠英红都坐不住了。周深戏腔开嗓，我们普通人坐不住可太正常了。红姐可是内行啊，家里有三位京剧演员呢，她对周深的表演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无疑是对周深音乐才华的最大认可。在这场烟台春晚中，周深为大家倾情演唱了一首《兰亭序》，这首歌婉转动人，唱腔悠扬，尤其是戏腔更是独具魅力，让人陶醉其中。深演唱《兰亭序》，仿佛置身于诗人笔下的山水之中，感受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他的歌声轻柔优美，像飘逸的云彩，又像缓缓流淌的溪水，让人心旷神怡。周深好像总能因时因地而制宜，不仅临时换歌被撒贝宁手动点赞，更是唱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意境。周深说，因为去了烟台京剧院以及见到胡文阁老师后，才临时决定换成兰亭序的。他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国粹，越来越喜欢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艺人的义务。可惜很多艺人已经忘记或不认同这种独属于中国的美了。好，接下来第二首歌，我觉得你好，你就好好唱歌就行了，你主持什么？因为第二首歌期待周深。爱不让我报复，爱不让我报复。我说一个我的愿望，期待周深在春晚代替我的搭档。代替我的搭档，来，周深报幕。我不，因为我觉得你好有生活，他所有东西都特别的随机，就像生活一样，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又开始主持。我其实第二首定的是另外一首歌，但是因为去了烟台京剧院以及昨天见到胡文阁老师，我自己有觉得咱们自己的国粹很多时候年轻人听的还不够多，所以我选的第二首歌《兰亭序》，我就临时改。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也希望就是每个人都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国粹，越来越喜欢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让它让更多更多人都听到《兰亭序》。谢谢。周深婉转的戏腔唱活了古代的朦胧情愫，如泣如诉的高音归尽后细韵犹存，仿佛看到潇洒灵动的笔墨在飞舞。这次与央视夏日歌会演唱的《兰亭序》，虽编曲未变，整体唱法未变，却通过咬字、颤音、重音等的变化，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情感。有网友说，第一次更加细腻缱绻，这一次更开阔包容。在播出的版本中，周深演唱时，镜头切到黄昏海边的胡文阁老师，忽然间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脑海中闪现两个字：传承。时代进步，国粹也需要改变才能得以传承。有周深这样的艺人，相信传承不断，文脉不断。好希望周深多参加这样的节目，很有质感，有笑有泪有深度。其实小编私心很想让周深挑一些宋词稍加改编，采用这种流行和戏腔的结合进行演绎，相信会是极美和极受欢迎的。不知愿望是否能成真，期待周深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他的音乐和戏剧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最后说一下，周深加盟2023抖音美好奇妙夜，据悉晚会将于10月15日晚19点举行，期待周深带来的舞台。哇，这我可不知道，这俩棒子。
现场的几位朋友，还有电视机旁边的观众朋友，无论你是来自深圳的朋友，还是内蒙的朋友，当然还有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哎，周深以前主持过吗？不知道。我是今天的报幕员惠英红。我也是今天的报幕员周深。很高兴能够参与你好生活春晚节目选拔。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个节目《贵妃醉酒》，一起欣赏。哇，这一点不紧张啊！可以。来来来，有请两位老师。哇，这太惊喜了！爱的姐姐。太惊喜了！你出来有人字正腔圆的，是吧？我那么好开心，坐坐坐，姐姐坐，好亲切，我就很亲切，请坐。那来吧。对于我们这些就可能不是资深戏迷啊，我觉得就每看一出啊，长很多知识。那个鼓打的真的是，刚才周深说打的是我们的心电图，对，牵着我们情绪走，牵着我的情绪走，因为那一段节奏很难打，很难打。你们想不想试一试？我不像个鼓啊。这整出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哈，就是那个击鼓的那一段，因为他敲的是新版，感受的是这个演员的情绪和他的节奏。他你看他没使尽全力，但是每一个鼓点都代表他的情绪。周深其实唱歌的时候你也是如此，都是节奏，都是呼吸。你要不要试一试？这都能扯到一块儿去。周深好像理所当然，你得去试一试。你想，刚才这段鼓居然跟你的歌声扯到一块儿。刚才那段鼓就是我刚才的所有的心路历程了。哎呀，鼓来了。周深试一下吧。来吧，周深，老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来吧。深深，我也不会打鼓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我深深的相信你。周深说今天让我主持，让我打鼓，就是不让我唱歌。其实很多京剧的元素和节奏你是可以用在你的音乐里的，你试试看。跟胡琴走吗？你跟着胡琴老师，跟着咱们乐队老师走一走吗？宣泄所有的情绪。打打好，我会喊好啊。可以啊。小周，喝点水吧。哎，谢谢。